下半场呢，第八个参赛的部落和平部落以及麒麟部落、小马部落、宜湾部落在下半场请准备。我们在两点的时间会安排黑孩子乐团做表演。依序呢，我们两点钟过后呢，准备我们今天年度的重头戏——青善大使公主勇士，请准备。来，需要道具、需要任何的配备的话呢，请跟我们部落的协作的工作人员再做提醒。好，现在的时间是中午正十二点，准备要十二点钟了哈。这个炮友怎么翻？乌拉拉木恩。那如果你可以讲乌巴布登古大虾，你要堵住他小便出来的地方啊。我是太巴郎的。我是组长的金虫。OK， 好，表演开始。好，耳麦哈。好 ，OK 的话，请提醒一下。各位亲爱的族人，你们目前呢在位置上呢，我们的评比还是继续哦，所以呢我们的精神总锦标占我们今天的30%。我们今天呢，主办单位有安排40个摊位哈，40个摊位，这里呢都是我们在地的美食。大哥，那个德鲁古话、泰鲁格族话哈，电影里面那个邦嘎有一句，叫干尼干尼鸟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乌乌手，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他们黑乌乌手。Temahi bubusu， 好，蛮欢迎苏巴来，谢谢。以及呢，风味餐，请我们的民众呢，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，大家呢，移动您的脚步，前往我们的各个摊区呢，来消费，来消费。大哥，那我问一下哈，德鲁古话、泰鲁格族话，那个台语“操鸡掰”怎么翻？大家跟诺比比手。那你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大家跟诺比比手。大家跟诺比比手。对，好，蛮好意思，巴来，谢谢哈。
来帮他。你们一点呢？阿妈摸你的人这不行哦，好吗？你本身很骚啊！不要拍照，拿回去吧，不要照。比比，对对，好听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吴大师比比，他姓吴叫大师啊，他妈妈叫啊不，他的老婆叫比比哎。哦。他姓吴叫大师。啊，吴大师。太太叫比比哎，吴大师比比。夫妻，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，就叫做吴大师比比。哎，那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。真的吗？对，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？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大哥，坏，为什么你会把它那个东西写出来呢？对，海绵体的啊 ，B 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村的，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喂，你有点。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？就桃山隧道的意思，桃山隧道的意思。吹喇叭，就是女生帮男生吹房啊。哦，咪这不是房啊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咪这不房啊。男生那个自卫打手枪的动作怎么讲？咪苏拉苏的啊，咪苏拉苏的。
子太懂，我喜欢充气娃娃，我每天晚上都需要充气娃娃，无时无刻的时候都需要他的照顾。完了，接力。哎呀，好嘿，好嘿，哎呀。嗨呀嗨呀嗨呀嗨，嗨耶好嘿好嘿嗨，嘿耶嗨呀嗨哟喂嗨，嘿耶好嘿好嘿嗨，哎呀我呀哦王哥喂嗨，干爹娘，哎，国骂哈，阿美族语怎么翻译？阿里半归纳，你说阿里半归纳，你说用手去抠鼻，那个抠鼻怎么讲？丢丢完不给，丢完，再一次再次慢一点，丢丢完不不给，丢丢完不不给。哎呀喂哈嗨，是怎么讲？怎么用？考这样考试啊？哦，为什么会有这种考试？我第一次看到。因为我们现在是比较专注于那种身体上的探讨。哦，身体。这个什么时候变成考试用这个手势？因为看到这个的时候，就是一个专业的手势，像嘴巴也是有专业的术语。用手去抠鼻，那个抠鼻怎么讲？丢丢完不给，丢完，再一次再一次慢一点。丢丢完不不给，丢丢完不不给，丢丢完不不给。哎，哦，非常。抠鼻。啊，嘴巴的怎么？嘴巴的怎么？嘴巴是这样，这样。然后有一次，有时候这样，不要乱讲啊！再多一点看有没有更灵活的动作，更灵活的吗？这样对。哎呀，前戏舔鼻哈，舔那个不给，那个舔不给怎么讲？咪纳兹纳兹都不给啊？咪纳兹纳兹都不给？咪纳兹纳兹都不给？哎。哦。好了啦，这不多了啦。再做一次那个刚刚那个考试嘞，再放在脸部上面。比脸部的考试这样。嗯。你怎么那么强？傻笑啦！我有 A 级这样执照的样。哎呀！
山那咿呀吼咿呀，咿他呀，咿呀咿他呀，咿呀吼咿哟，山那咿呀吼咿呀，咿他呀，咿呀咿他呀，咿呀吼咿哟，山那咿呀吼咿呀，咿他呀，咿呀咿他呀，哦咿哟，山那咿呀吼咿呀，咿他呀。人啊咿呀吼咿呀，咿他呀，咿呀咿他呀，咿呀啊呀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哎呦咿吼呀，吼咿呦咿吼呀，吼嗨呀，吼嗨呀，哎呀哦嗨呀，哎呀哦嗨呀。你会不会想把阿美语学？啊，不了不了，这样。你想不想学阿美语？对啊，是很想学。为什么不想学？因为很无聊。哎呀，李长加油！找不到洞怎么讲？自己念歌啊，无方。慢一点。自己念歌无方。自发机灵。自己念。自己机灵。哎，无方。无方。再一次慢一点，精准一点。自己念歌无方。自己机灵。无方。无方。哎，这边那无方是那个台东的，我们那个这边就叫德蹦。哦，洞叫德蹦啊，德蹦，不一样，跟台东叫无放啊，无放还是放？无放，无放是台东的，这边叫德蹦，德蹦是洞、哎、哦。好了，没有，再一点，还有什么啦？那个很痛怎么讲？阿拉拉啊，阿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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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那个我的下面湿了怎么讲？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不要念那么快啊。对呀、啊。慢一点，古拉诺亚哥，古拉诺
雅库，乌拉诺雅库，乌拉诺雅库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再想一想，再想一想，再听，再听。爱什么来？都差不多啦。那荡怎么讲？有时候，有时候那个就是女，有的女生很风骚，那个淫荡怎么讲？荡妇。这叫马马马马咪爹马虎。跟是类似大概的讲法，马米就小哎，那个怎么讲？就那个马米蒂，哦，那个很大怎么讲？大阿，很长呢？古老，哎，那个很粗。好像好像没有，很硬。阿德嘎，哎，那就台东叫古西，啊，台东叫古西，古西，哎，那个另外一个叫阿德嘎，哎，那个嫩嫩哎，软软的，有的那个会马波捏，哎。就是软软的，那个有的会早泄哈，碰到就喷出来，那个阳痿怎么讲？早泄怎么讲？很容易喷出来，老婆这样不高兴。Kali ki masarak kusarang hau. Kali ki masarak kusarang. Masarak kusarang. 哎。哦。那个差不多了啊，高潮怎么翻？高潮哦，可以怎么翻？好像不好翻的这个呢？你想一想，就是非常非常的爽，怎么讲？上啊，爱上个锅，对呀、啊。前戏舔逼哈，舔那个不给，那个舔不给怎么讲？Minach nach to poke. 哎。哦。好了啦，差不多了啦。抹口水怎么讲？有时候太干了，我们会男生会抹一点口水在不给上面。抹口水怎么讲？抹，哎，其实或擦口水。其实等过，我阿哥过去摆手，都里底。Aka patuteng.我还要怎么讲？Mangalai hokaku. Mangalai hokaku. Mangalai hokaku. 哎。哦。好了，差不多了啦。好。最后一个。哎，什么啦？摩擦怎么讲？像有的男生会用棒啊去摩擦女生的屁股嘛，有时候在等车啊，磨蹭。Ma'lots. Ma'lots. Ma'lots. Ma'lots 就是摩擦。哎，摩擦。那个。